各位调查员请睁眼。接下来各位将迎来第一个职场体验任务。本轮调查员将进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的精灵勇士训练营，体验拉布布和台 Coco 的护行员的工作。在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护行员，他们需要完全理解拉布布和台 Coco 的肢体语言。请你们选出4至6人，完成一场明星朋友见面会，最终由护行员来判定你们在明星朋友见面会的表现情况。如果全程发生错误少于3次，则任务挑战成功。现在请调查员们自行商量出挑战此次职场任务的成员。那还是按照老规矩，每个人发言说一下自己想不想去，以及想去的理由。这么复杂，我以为职业没有，主要是我想多听点信息了。我觉得我想去，就是我觉得大家在之前几个任务都能发现我除了狼人杀之外其他环节都能完成得很好而且我记性比较好，我能记住那动作。对，所以我也不能去。我不去，因为我是因为你是啥？我是有身份的人。 Vivi 想说他是有特殊职能，因为我们的游戏的玩法其实是你只要待在场上，然后不和其他人有过多的互动，只要卧底不触发你的技能，你就不会被淘汰。所以我建议预言调查员也不要去，防止出现第一轮凯哥的那种情况。我的建议是这样，把一个预言家和四个卧底留在这儿，要吓死了。生存能力极强，可以强制他做，强制掰着他做。哎，那预言家真的很小心哎。但其实还好，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都不会动手，或者预言家去了以后自己站，找个角落站着。你在这儿也可以找个坑，找个角落自己站着。太可怜了吧，逃生调查员。我觉得二号说的也有道理，毕竟我之前也是因为出去做任务，然后被卧底回收 offer 了的。但是我还是想去的，作为一个好人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努力来完成这一个工作。对于记动作的话，我觉得我也就是也可以啊，我想去。然后我说的话，我还是建议6个人去吧。当然这一次的任务其实是人越少越好的，因为它是出错嘛，但是我觉得多去点人可以多来一点信息，卧底的信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是尽量6个人去。因为做任务肯定就是普通调查员完成对自己是有利的，那普通调查员以自己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作用的身份去引出几批是比较有价值的，对于我的身份来说我还是要去的。你要去收 offer 吗？好，到我了。我先说我这轮是个好人，所以我可以去。这话好苍白无力啊。我先盘一下之前人的发言吧。发言了这一轮。这一号的状态我这边是认好的。二号的策略我其实是赞同的，只要你不去做任务，你被刀的几率其实比较小。对，所以我们是蛮同意二号的状态，二号的身份在我这边也非常非常做好。对，目前啊。山羊保了胡明浩，还保了 Vivi。然后三号的话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狼面，但这个皮草就不这么好，你知道吗？我谢谢你。对，然后4、5的话我觉得在我这里打个问号吧，我觉得4号可能狼面有点大。我不知道，因为我就跟你玩过1-2次，我感觉你可能是属于那种先踩一个好人，然后再踩一个狼同伴，然后后面再给他做身份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可能5号是你的狼同伴。我觉得4、5然后90就有点可疑啊。人家还没发言呢，你先踩过去了。没有，就是你们摆出一个你们想去做任务的一个姿态出来啊。然后7号这边打个问号吧。没有了，因为我不知道。不是，他头上的发夹都在盯着他看。你在我现在面前就是一个空白的纸。一辈子的好朋友毙了。好，小王广场舞频道大家应该都看过了，所以我觉得肢体语言理解这块我觉得我是擅长的，然后我的身份来说我也非常想去，这就是我对我想不想去的一些分析。
我再说一下我的身份，我是一个好人及好人以上的身份，所以这个任务呢我是肯定要去的。第二个就是本身我自己喜欢买这些，就是像盲盒啊玩偶，然后对于跟玩偶互动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定的优势。从我刚刚就是前面这一圈下来，我觉得一号跟三号的心态是做好的，因为他们玩是一个好人现在在玩，然后四号跟五号你们只是分析了对于人数呀，其实你们没有说自己的身份，而且我们根据这个座位来讲的话，那肯定我这边大概率是会有卧底的成分在的。这是我的发言。因为我感觉这个项目还不是那么的困难，它就是说你要去理解几个手势，然后去把它翻译出来，所以我会比较想去。然后刚刚就是大家的发言的话，我会觉得快分析一下我急分析一下你，就是刚刚那个预言家的问题，就是我感觉你分析预言家这样留在场上的问题是我是认可的，对，还可以，挺好。觉得梁威肯定是好人，但是梁威带队我不是很放心。就是我别紧张，别紧张。我挺想去的，然后就是我有一定的信心去完成。对于刚刚大家的发言，没有让我觉得有特别可疑的，就这样吧，过吧。我说一下，我也想去。我的身份是好人及好人以上，一个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后面，所以我想要先去体验一下。本轮被回收 offer 的是二号调查员。本轮被回收 offer 的是三号调查员，请沉默离场。在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还能保护好人，我可能偏向于第一轮四个人卧底是更不容易对他们下手的。我想补充两句，因为我直接跳了特殊身份的，所以我应该目前场上就是身份最高。那我想就是提两点建议，好吧？哎，两点建议，来来来，上黑板。两位要小黑板要起作用。我觉得一号和三号我是想推荐去的，因为我坐他们旁边是感觉就是这种感觉，感到我们的热情。对对。然后八号的话我听着还可以，对。四五和九我不是很想让他们去。四五九两到三头狼。四五九三个就两到三头。对。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啊？你知道我为啥坚定不？深感之印，主要是深感之印。啊，反正我不同意四五和九十去啊。我不同意六七，干嘛要踩我？你俩留场上吧，私人院。我真的可以去。可以啊，那要就一三六七八。不是带我一个呀？我觉得女生说实话比较适合我搞这个。嗯。不，我是觉得就是这个还是要让好人去，所以我就想看一下现在去的有谁。一三七八，对，一三七八还是 OK 的。怎么带我一个呀？十号也想去。我真的可以，因为我以前经常去就是这样的乐园玩。十号今天特别的积极。我没有啊，他单纯可能想做这个任务。对，我觉得可以让十号去。对，我真的可以，让他去吧，就他第一轮也不敢回收，我觉得他这性格。行啊，那可以，那重点你们观察十号，小心一点。一三七八十。一三七八十。